上菜喽！耶！来来来来来，是甜甜香香。其实这也是道具，好吧？来，小朋友们请用。先给芝芝吃看看好不好？芝芝。然后应该要加一点这个洋葱，会吃懂吃哎，懂吃大吃哎，解腻的概念，我等大家一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演艺圈就是这样，对，有的吃就要吃了。那我就不好意思开动了。没得吃就回家。这是蜜蜂哎，嗯，它偏哪一种？它偏脆脆的。碟子挂，你用竹芋好了。脆脆的，猪猪的。因为咬下去的时候是先咬到那个葱，然后再配到那个肉，结果不会太腻。哎，不得了哦！一个成功公司的老板，就是有肉先给大家吃，没错。有福同享，有肉先给别人吃，对不对？只要看着你们吃的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你看他佩涵吃的好专心，对，怎么样？跟泡面的味道比起来，怎么样？那个猪肉的外皮是脆脆的，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有软骨，但是就咬不动。那个不能吃啊！软骨不能吃吗？那个要配出来，来配配配配配配。我想说，怎么咬不动？对，那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对。然后它的那个配料是咸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洋葱是甜的，加起来就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有层次。哦。有层次哦。你竟然第一次讲的好太多了，真的。来，很美味。就这样。这么简单，配白饭感觉超级想要配白饭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种形容，也是一种很下饭，很好。如音，我觉得它没有那个猪的骚味，因为我很害怕猪有那个骚味，但它没有。然后外面就是脆脆，然后咸香咸香的，厉害，咸香咸香，然后很外酥内。那我们让你看看师姐。不要这样子，我压力很大。我们芝芝讲了吗？芝芝，脆脆的。芝芝说脆脆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你们可以听人家讲话。我是忍不住很想要再吃第二块，那不好意思。可以可以，都给你都给你。没有，我们来听一下师姐的那个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已经吃了三块了，真的就像他们说的外酥内软，而且我觉得呢，它上面有加一个特别的粉。那特别的粉就是画龙点睛，抵挡不了这次猪肉的诱惑。猪人猪面不猪心啊，真的。但我觉得这个已经比松板猪还高级，超越松板猪，超越了，完全超越。对，因为松板猪它是比较偏瘦肉的部分，那这个是肥肉的部分也有，然后它刚好把那个肥肉多余的那个油脂给烤掉，对，外面那个就脆脆的，就有点像吃脆皮烧肉的感觉。掌声鼓励，厉害。Learn to beat the system. Gotta turn the tide around. Everybody's searching. 新鲜的海鲜来了，红喉鱼。哇，这个鱼我就爱吃了。这个哈，一般就是海钓的才会有的，对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新鲜的，而且呢，一鱼难求。好，我先来吃，等一下再示范一下那个讲感想给你们看。怎么样？它烤的就很到到哪里了？到哪里了？就很好。去哪了？到出海口了吗？让我想起一首歌。该不会又想要唱歌了吧？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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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吗？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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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对对，怎么唱？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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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刚刚不是会吗？我只会打木箱鼓。哦，哎，但是我还是提醒你们一下哈，这个鱼其实直接吃就已经有咸味了。给搞，我就沾了那个椒盐修咸嘿，是不用烤了，尽量吃。来来来来，请你们自己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一鱼难求。海边的鱼，吃吃吃。好，这个味道好香哦。对，不要沾不要沾不要沾，会太咸。不要沾不要不要不要。啊，这个够。用烤的可以这么湿，其实蛮厉害的。通常烤的鱼都会比较干啊，因为通常烤的鱼都很干，而且不会有 juicy 的感觉，而且不会有 juicy 的感觉，而且没有一句有押韵的，现在不流行押韵了。对，这样啊。哇，这个鱼吃光光，多吃鱼才会聪明哦。我们的甜虾两吃。虾头的部分，
还有我们这个虾身体的部分，所有炙烧，然后那个虾头有筛饭。有人不敢吃生的吗？我。好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先来。毕竟我们那么熟了，我先来尝尝。如何？嗯，虾很好吃，但笑话不好笑。哎，好好吃哦，柔软，然后质地细腻。但是呢，经过外面的炙烧之后呢，让它有呈现另外一种风格，就感觉表里不一，但是却异常好吃。然后它吃过去，过了几秒，那个甜味就整个爆冲上来。炙烧的虾身吃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让他们在体内合体，马上吃虾头。对，有饭，有头有尾啊，有头有尾，好不好？他刚刚说可以整个直接吃。对，这个有点像，就是那我第一次这样饭团的概念。没有吃过虾头里面塞饭，所以要小心哦。我被酷到了。它很像那个炒大饭里面的锅巴。哦哦哦，香香脆脆的哦。它虾壳很软。很软吗？我觉得很软。这俩真是来吃饱的呢。尽量吃哦，尽量吃哦，没问题哦，还会还很多哦。对啊，很少人吃两只然后不讲话的。没有，我扒开，我扒开给你吗 ？OK。他很饿，就是不太敢吃，但是又想吃看看。这算你的初体验吗？就是吃这个虾头，有虾味鲜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就是虾仁的感觉，就是吃甜虾，不是虾仁。因为我也不吃虾头，但是这个我敢吃，就是这个完全都不会有那个害怕感觉，它就像配饭，然后也不会觉得有那个腥味，主要是够新鲜。哦 ，Happy 时间。来了，我们新的小位置，来，杯子拿一碗，来，嗯，哦，这下有气氛了，哇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就可以看得出平常谁有在喝酒，有没有？芝芝完全是像喝水一样，根本是吸血鬼嘛，太淡，太享受了，继续吃，后面还有更厉害的。接下来就到女生一定更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严选了这个咸蛋黄，然后去烤这个丝瓜，大家丝瓜是厚切的哦。大家，对，好像月饼，圆扁的。你们说的很好，这有点像月饼的概念，哇，适合在中秋节团圆。我觉得佩涵应该晕了，应该会插不到丝瓜吧。我加油，考验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厉害！哎，那个咸蛋黄是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哦，那个咸蛋黄厉害，嗯，而且只有七个，所以活的，好，我来，我帮你，不要放这里就好了，嗯，好，丝瓜的鲜美，咸蛋黄的甜，而且里面的汁透出来，刚好跟它的浓稠度结合之后，变得很爽口。嗯，好吃好吃，哇，太搭了。然后你就像是丝瓜配上咸蛋黄，哎，给你拍，我只是闲聊啦，大家不要压力那么大。我想要讲绝配，但我讲不出口。对，但康哥在这边，他会怎么回呢？他说下山，我直接打他的头。有办法换盘子吗？它看起来很像南瓜。但是你是咸蛋黄，什么看起来很像南瓜？你说我们当悠悠台哦，它丝瓜模仿南瓜，很好吃，就是也是咸甜的，然后但是丝瓜的味道又有饱足，因为我本来是不怎么吃丝瓜的人，所以我先直接试试看。你不吃丝瓜哦？对，我其实很久没有吃过丝瓜，看它有没有那种会让你惊喜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是小时候被妈妈追着打都不吃丝瓜的人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在喝汤哦。应该来沾一下，唱歌吧，会不会？真的会让我想到，让我想到流口水的一道。哎，这个不协调音很好哎，不协调音非常好。一道丝瓜。我们主厨的料理呢都已经上完了，但是今天这么 special 的一天，难得大家齐聚一堂，老板又在。你们觉得我只会请你们吃这样子而已吗？这都是开胃而已。真的，这是前菜而已吧，老板？对，前菜中的前菜，前的前菜。对，厉害的吧，老板？有超级厉害的，让你们吃到之后直接在喂。
让你们无法形容到只能用威来形容，好不好？ Perfect day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来自 Kyushu 的小田牛，这是 A5 等级的和牛。哇，这样子一块很贵吧？这样一块呢就要上万了，随便一口大概都是几千块起。OK， 张起来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对，我反应很慢。他竟然只有哇塞！所以呢，因为是我最爱的员工们，所以我打算让他们好好尝一下这个和牛的口感，好不好？现在我要切开了，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和牛，すごい。这个油花多漂亮！至于这个老板，哇，可以可以，你们是哪一间公司的？友善，谁的？什么？哇，什么意思？哇！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不会，我用的盐不是普通的盐，立冬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各位日本的紫盐，哇！这个紫盐呢，跟一般盐不一样，它是来自安克拉治山脉上面的岩岩，加上昆布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对，有一点点，加上昆布，所以它是有昆布风味的盐哦，对，所以不会吸甘。不酸不酸，短缺不酸。好像好像，哇哇哇哇！不要在家找自闭哦。这个刀是专门拿来切肉的，而且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力，所以它的力，因为它的肉质很好，加上这个刀很利。好，好，太想吃了啦！看看那个切，谢谢我们欧大厨，还要再演哦。耶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小田牛已经帮我们这个分食完毕了，但重点是还有一些东西。虽然有一点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对，看起来很重要。这个是你们的师姐景兰做的，是蛤蜊汤，蒸蛤蜊，精力汤的概念，吃一点鲜的，吃一点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我是焗烤 cheese 鲔鱼马铃薯。OK， 好吃，好吃，一些小点来给大家。好，开动 ，party 开始喽！来，我最远，这也太小块，你要大块的。谢谢。快的。哎，他在滴那个肉，看看那个对肉吃，这个也太骨溜了吧。你要几分的？被蚊子叮了。哇，来，你多吃一点，你还在长大。赚到，没有切开就是赚到。谢谢啊。嗯，这么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到流眼泪。好吃哎，这么好吃。就单纯困。这个真的是好吃的，我想把它裱框。真的是，哎，我刚刚说好吃要怎么样？外面很嫩，很嫩，好吃。哇！你们是都醉了是不是？哇，真是好吃到讲不出来，真的。没有醉的人，他一定会讲出一番言论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就这样盯着那个厨师，我看他到底要煎多久，因为我想他煎那么久，一定等一下就会拆掉。总之就是很嫩很嫩，这盘整个吃完我都没有问题。谢谢。师姐辛苦了。不行啦，这样每天都会胖啊，会破产，公司会破产的。来，立冬说一下，真的太厉害了。盐巴撒上去之后呢？啊，盐巴撒上去怎么样？不要再讲什么，因为言多必失，真傻的笑到恰到好处。但是那个盐巴不会死咸，对不对？很棒。你刚刚撒好多久？单身万岁！单身耶！好的，你们以为小田牛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还有啊，我是一个会倾听我公司员工心声的人。我一直听说有一个人许愿说他要吃帝王蟹。就是蓉蓉，哦，蓉蓉要吃帝王蟹吗？有，哇，帝王蟹现身啊！超
太好了吧！来！天哪，这是我吃过最丰盛的中秋节，哇，是吧？而且在这个环境，在这边吃完，还有那个这个环境是哪里？蝉鸣鸟叫。你看月亮好圆哦。哎呦，不是月亮，是月亮。好，那边。龙龙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耶！在手上，你要拿回去银行定存吗？这个有，太棒了啦！烫，我，烫，济南快点，快点抽，快点，扒下来！哇塞！然后，看看这个，哇！看到这种吃蟹的方式，好卖哦、喔，真的，好像饿了一个月。哎，可见这个真的很新鲜，蟹肉新鲜就是你轻轻的拔，就是它整个分离了。它的肉壳可以，而且里面的那个汁竟然还完全饱。哇，中秋团圆趴，大家满不满意？满意，而且很开心，终于可以公司人大家一起聚一聚吃饭了。你刚刚是你落枕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有这样吗？不然就今天我都带了吉他。开心之余，大家其实都可以来玩一下音乐，因为刚刚我在唱，对不对？哦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来个 A 麦的感觉。我可以站起来吗？如果说你要离开我。但今天不是唱这首，要发表我们的感受，来看一下我们烤肉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很 free 的，我们待会呢，我等一下就随便 Q， 你们就可以随便唱，在这个旋律里。今天非常感谢欧弟哥在这里，哇，让我们吃这一盘帝王蟹，当然不止这样，让你们发表感言。立冬哥，请来，哎呦，欧弟哥好的没话说，欧弟哥好的没话说，他竟然他不想给我说，怎么都不想说，因为他喝了太多酒。Oh my god， 不如我们就下山见。接下来换进了世界，如果你要用 rap 都可以。现在我已经没办法说，到时候再没办法说，因为我就喝得太多。耶，压了一个日，我真的想赶快回家。到时候到香港快回家，因为我会乱讲话。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，现在就来我们的欧弟哥，欧弟哥，欧弟哥。中秋节，中秋节，大家团圆，大家团圆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你们也开心。今天吃了这盘和牛，哇！亲自下厨的，哦耶！亲自下厨的，还是他自己花钱的，真的是他花钱的，好像是有生的尾牙，耶！今天吃了帝王蟹，又吃了帝王蟹，我非常满足，谢谢，哇！满足，谢谢。要说什么呢？有生娱乐中秋 par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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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ty， 欧弟哥爱我们大家，哦耶！谢谢今天的师兄师姐，啊，他不是，主持人，谢谢工作人员们，啊，so sweet。就在今天中秋节，中秋节 ，everybody 一起说中秋节，中秋节。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时间，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，姐姐。你
你们以为前两次就没了吗？还有，还有更厉害的。还有，回家。是的，因为平常呢，他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都非常辛苦啊，到处跑，然后回到家里也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，真的很辛苦。希望可以帮他们补充一下营养，然后所以还准备了这个小田牛啊，然后这个昆布盐，然后还有这个他们最想吃的帝王蟹，啊，希望他们今天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开心，佳节愉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经过不要再错过了，对不对，吉南？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！就要开动了。